会您时间帕加马大冠 Was funerher en forma de dinos Was de Bergamo帕加马呢是古希腊的一个遗址，现在位于土耳其境内。公元前三世纪，这里成为希腊统治下的奴隶制王国，都城帕加马就成为了希腊化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公元前133年又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，他们的雕塑艺术呢是非常有名的，图书馆藏有纸草卷20多万卷。由于统治者都热爱艺术，所以帕加马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，尤其是在雕塑方面出现了大量令世人无比赞叹的雕刻名作精品。面前这个帕加马大冠呢，是公元前两世纪的作品，是大理石雕刻，现在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。除此之外呢，最著名的还有叫帕加马祭坛的，可以在柏林博物馆看到。帕加马祭坛的原作呢，也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